男的是杰里，耶！我戴宇金在父神与众人的面前宣告，我是父神的爱子，我已回到他的家中，恢复所有属我的位分，享受他丰盛的祝福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祝福。父神因为爱你，预定你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赐给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使你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父神必让你刚强壮胆，与你一同征战，得胜有余。父神必在所属你的位分上引导你、建造你、成全你，只能让你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你已成为你家族及众人的祝福，走入你的命定，领受男人位分全备的应许，得着荣耀的奖赏。戴宇金，台湾家庭医协会执行长李晨，好，我们鼓掌，你是有棒。阿爸父神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你今天召集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相信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承受你从天上来的祝福，主啊，你也把这一份祝福封存在我们每个生命的里面，让它成长茁壮，直到它进入你的命定的里面。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以圣灵的感动与安慰，与我们每位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